所有在我们店里头的朋友们，各位贵宾们，大家都可以陆续的来到我们的店前面，一起来见证我们今天正式的这个剪彩仪式。所以呢，也可以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陆续的来到我们的店前面。在这里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剪彩仪式喽！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店前面，谢谢。 好，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来宾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难得的时刻哦！大家都可以陆续的走到来我们的店前面，我们一起来。 的所有朋友们，各位贵宾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今天来到茶仙子的首家中国古风的旗舰店正式营业。当然很开心在这里见到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今天的开幕仪式。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一位贵宾，也就是 Pavilion Group Listen GM Dorina Chu， 感谢你的这个特别的到来，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那当然，我知道现场有来了非常多的 KOL， 来了非常多的媒体朋友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一次如此隆重但简单的这个开幕仪式。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家旗。
旗舰店。那其实呢，这个茶仙子的旗舰店是第一家有史以来由中国古风的元素开的这一家旗舰店。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里面我们待会有的这个打卡的地点，欢迎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去进行这个打卡。是我们的老板们呢特别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关于古风的，而且有这个浓浓的秋天气息、文化气息，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呢待会都可以去到现场打卡的。当然我们呢是对这个现代茶饮有创新的追求，也完美的融合了中国古风的这个典雅元素。我们呢势必要将古老的茶文化跟现代的茶饮方式完美的结合，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隆重的开幕仪式。那接下来呢事不宜迟，我们也要欢迎我们所有的贵宾来到我们的店门口前面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剪彩仪式。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 Beauty 茶仙子 Executive Director Miss Jess Wong， Beauty 茶仙子 Operation Director Miss Alice Wong， Beauty 茶仙子 Project Development Director Mr. Alex Chong， 以及雪龙嘉应会馆会长 James 杨国才先生，以及雪龙嘉应会馆总务邱志豪先生，欢迎我们所有的贵宾。是的，接下来呢，请你们拿上我们的这个金剪刀，我们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金剪刀递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剪彩嘉宾。大家可以右手握着这个剪刀，左手握着彩球。我们往中间移移好不好？在我们剪下这个彩球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来一起来拍张大合照，大家展开你们这个灿烂的笑容，来记录下我们这个美好的瞬间。看一下我们前方举手的摄影师，好，看一下前面哦，好吗？ OK， 好，接下来呢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我们的贵宾们就可以剪下这个彩球咯。我们也一起预祝我们 Beauty 茶仙子首家古风旗舰店正式营业，红红火火，大吉大利，三二一，恭喜你们。
那我们全部人可以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摄影师，三二一，再来，三二一，非常好。那待会呢，大家不要动起来啊，我们呢来一个我们今天的 video， 我们喊一喊一个 slogan， 好不好？我们喊茶仙子古风旗舰店正式开张。OK， ready， 可以吗？可以吗？哦、OK， 副总，我们喊茶仙子耶， yeah， 好不好？啊，好 ，OK， ready， 三二一，茶仙子耶。Yeah！
子的祝福，我们茶仙子的首家中国古风旗舰店正式营业，欢迎所有的远道而来的贵宾们、来宾们，大家都可以陆续的去到我们的店里面进行参观，同时呢，享用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茶点。茶仙子 Beauty 首家古风旗舰店的盛大开幕了。那我看到呢，陆续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到了我们的店面了。那在这里呢，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店名